会啊会啊，因为陈哥就不用说了，陈真的是太帅了，露丝又那么的可爱又那么的美，那我就会觉得说他俩在一块儿看着就还挺开心的。I'm a bad boy, dude.我来撒开了，但没完全撒开，一直现在就在撒开。偷偷藏不住剧组拍摄氛围怎么样？我们自己私下咔机的时候，其实跟在镜头前是一样的，在开机的时候是一样的。陈哥，我想吃一口肉。谢谢哥哥。